挑花。刺绣一定是五颜六色、轻薄柔软的吗？中国挑花就不拘泥于此。看，这块朴素的麻布上，几只用白线挑绣的大公鸡威风凛凛。挑花是我国传统的手工技艺，也是各地挑花艺人们代代相传的绝技。不同针法制作出的挑花绣品各具特色，挑出来的挑花图案细腻，正反一致，钻出来的钻花图案立体，栩栩如生。姑娘们亲手制作的挑花绣品不仅可以装点生活，更是送给心上人的信物，象征着浪漫的爱情与思念。挑花丰富多彩的图样大都源于日常生活，比如花窑人民长期生活在山深林密的环境中，湿热多蛇，所以在花窑挑花中蛇图案最为常见。一针一线饱含了花窑人民图腾信仰下对生活的热爱，生活中丰富的元素在刺绣艺人们的巧手中挑、钻、油、织，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绣布上。挑花三分传承，七分创造，一针一线间挑出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独特魅力。